శ్రీకృష్ణ చైతన్య ప్రభు నిత్యానంద శ్రీ అద్వైత గదాధర శ్రీవాసది శ్రీ గౌరవభక్త వృంద హరే కృష్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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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హర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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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రామ హరే రా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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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హరే హరే శ్రీ శ్రీ గురు వైష్ణవ గణ అనుగత్తే అమరా జై గురు గణంకద శాంతానువాంగ్在这里崇拜Krishna，这个湖呢，昆德被称为Shantanu王，Shantanu王的湖，Shantanu宫，在摩诃婆罗多马普拉达里面，描述到了这个王国王Shantanu王，这个地方，阿加那巴沙，这个地方的名字。 ভরত মহারাজ নামে পরিচিত, শকুন্তলার পুত্র ভরত মহারাজ তার নাম থেকে নাকি ভারতবর্ষ হয়েছে, শকুন্তলা তার শঙ্কর শান্তানু王是他们的后代。 শান্তানু王，那么没有子嗣，他非常痛苦。但是我是整个地球之王，但是呢，却没有子嗣，而没有后代，所以他并不平静。因此呢，他做了各种各类辛苦修，祭祀却没有后果效果。শান্তানু王呢来到布拉加这个地方，崇拜水库什纳，在这个地方。 他崇拜库什很多年，但是呢还没得到结果。শান্তানু王呢就想，他回到自己家里面，有一次呢他去狩猎，林中狩猎，抓住鹿啊这些动物了，小动物。 那时候呢，这国王并不是去狩猎，他们捕猎的那不是呢温顺动物，而是呢造成骚扰的动物，比如说呢，老虎啊、狮子这些呢骚扰人类的。 他们呢？他活着在动物，但他呢去狩猎的时候，动物呢就把他带到森林的深处了。 这个动物呢追不上去了，三大的王呢在森林中寻找。那么这时候在那恒河上呢，他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，进入了恒河水中。
他的脸蛋非常富有吸引力，身上一阵阵的芬芳，他的身体呢被薄的衣服呢所覆盖。所以呢是非常的迷人的少女。谁能够描述这个女子的荣耀呢？那美貌呢？因为她是个天堂仙女，所以呢，三川的王马上被她所吸引，被呢爱神之箭呢所射中，她茶饭不思，完全心中呢心神不宁了，完全被呢迷住。所以呢，但他开始上前去询问。国王说呢，我来这狩猎，但是我是被捕住了，有人把我的心给捕了。国王呢？如果国王呢被少女的心抓住的话，眼神上，那么他就不能再管理王政、国政。所以呢，我们控制六种感官：色欲、愤怒、妒妇、生殖器等等六种感官和心意的冲动。当一个人呢控制六种冲动的时候，这个人呢才能够呢统治王国和成为灵性导师。所以一个人要去控制六种感官，舌头的冲动。我们看到电视里面，我们要控制六种感官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会失去我们地位，然后就变得什么都一无所有了。所以这样的伟大的领导一个贵为一国之君呢，也呢成为受害者，被人爱神之箭射中。所以更何况是我们，这国王对女子这个女子说我完全呢被你撇视之箭射中，请你嫁给我吧。他说了王啊，我是恒河，我不能够今天回答你问题，明天呢你来这里，我会给你答案，我是否我可以嫁给你，我给你一个答复。这国王呢一整晚上都在翻来覆去的思考着这个是否被呢答应了。他完全被这个女子的撇视所呢吸引，他日夜思念着她富有吸引力的特征，就像呢一个鹿呢被呢一个无情的猎手所射中。现在国王呢国文呢围城躺在床上受伤了24小时，他就冥想着他美丽的脸庞和身体。从主布拉玛甚至去西瓦都不能控制色欲，只有库什纳控制了色欲，尤其在洛萨之屋中他完全控制色欲，怎么都不慌。因此呢，我们聆听过布拉玛教习惯，他甚至追求自己妻女儿。我们听过
希腊神，他追随着主的 Vishnu， 主克什纳女性的化身摩尼，所以呢，控制色欲不是那么容易。只有波伽梵克什纳控制了色欲，完全控制色欲，因此波伽梵被称为摩达摩。一个人呢，被爱神所迷惑，那个迷惑了爱神的人，被称为摩达摩。所以呢，桑塔纳王呢，就像鱼拖出水一样。恒河女神说：“我今天不能肯定，明天我会告诉你答案，是否我嫁给你。”一天晚上，他在思念着想着刚刚 David。第二天呢，当太阳晨曦到来的时候，他马上坐上马车，来到恒河岸边。但是只有你才能救我一命。我现在等待你的答案，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。他说我嫁给你，但是有个条件。如果我从事任何活动，你不要反对我，不要阻碍我做任何事情，甚至也不要自问我为什么做这些活动，甚至这些行为看起来非常奇怪，也不要反对，不要问为什么。这国王说：“好吧。”桑塔纳王说：“他同意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不会呢，问你质问你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也不会呢，反对你的救援行为。”所以呢，他娶了恒河之后，他们交皇交互花皇，交皇花皇就娶了刚刚。虽然在恒河女神的肚子里面的腹中，她一个接着一个呢，生了七个儿子。当这个儿子出生之后呢，她把儿子呢带到恒河中把他放在水里面去溺死。以母亲的形象，恒河女神呢，把自己儿子供奉给恒河。儿子刚刚死哈，所以七个儿子呢，这样子供奉给了恒河。桑塔纳王不能自我控制他经常追着他的妻子，看到他亲自看到他把孩子放在水中，但是又不能挑战。当第八个儿子，他准备放入水中时，他劝阻了他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把我七个儿子杀掉？为什么要把这个儿子也杀了？请我把这个儿子留下来。”恒河女神说了：“王啊，我嫁给你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你，如果呢，你阻止我的行为，我呢，不会跟你待在一起。”所以恒河女神他们把呢儿子呢放到呢父亲这个怀中就消失了。这孩子叫 Devarata， 后来呢他成为举世闻名的 Vishma库鲁族的伟大英雄，很年轻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学会了各种外交手段，怎么样子分裂怎么样子统治，怎么样子去挑战敌人，通过荣耀他，通过利剑或通过呢贿赂等等这些外交手段。他现在就是成为王位的王储。有一次呢，他来到恒河岸边，神泰的王，他驾着马车，看到恒河的美景，
在河岸边，他看到了。巴拉什摩尼有一次呢来到河岸边，仰慕了，他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，他在摇那个船。巴拉什摩尼呢就让他摆船渡过，在仰慕当中他顶他巴拉什呢触碰这个女孩子，那么像千百度莲花般香味，好像20公里就能闻到味道。巴拉什呢从他那里肚中呢孕到了一个孩子叫 Vyasadeva VedaVyas Krishna 的文学化身，能量光柱化身。后来呢 Satyavati 那么就见到了桑坦的王，完全桑坦的王完全被他吸引。 Satyavati 呢急着巴拉什这个圣人的触碰了，他变得非常芬芳，他想娶她。当他从仰慕那河回来的时候呢，他非常担心。那么呢，这次巴拉什呢，从呢别人那里得知了，他的父亲呢，心呢被呢萨提巴提所迷住。Devarat 见到了萨提巴提的父亲，这个渔夫，那就询问他，你可以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父亲。这半夜三更时候呢 ，Devarat 就见这个渔夫了。他女儿就是 Satyavati 这个渔女。他说呢，请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父亲，我会发两个誓言，我要做一辈子做遵守神的 Brahmachari。第二个誓言就是。从你的儿子呢你的女儿所娶的所生的儿子再将成为王位继承者，任何人坐在这王位上，只要我在世的话，我会保护他，把他认为是我父亲的代表。所以呢，所有的拜神人呢，空中的拜神人完全狂喜了，然后呢撒下了这个天花。从那天开始呢，毕什马呢他名字称为毕什马。毕什马意思呢，当一个人发毒誓了，就是毒誓，就是非常厉害的誓言。一个人守贞守戒是很不容易的，永远不再婚娶。遵守生什么意思？ Brahmachari Akhanda Brahmachari 跟女性没有一辈子跟女人都没有关系。在这个王位上 Satyavati 王Satyavati 的儿子呢将成为国王，他只要我再活着，我就会保护他指引他把他认为是我的父亲的代表父子品。这在宇宙的历史上呢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去发下这么誓言。任何人坐在这个王位上，他都会呢保护他们。
让各位杀掉呢，被另外一个兄弟呢，上去了。后来呢，他呢保护了潘多王啊，还有呢对塞拉斯特，这样的是对的。他也知道呢啊，卡拉瓦族呢给潘多王。帮他完啊，造成他骚扰，但是他一直呢站在卡拉瓦族那边。有个人会问，既然你知道一切，卡拉瓦族行为并不正确，他们总是啊非常愚昧的活动，为什么要保持？你要为什么呢？要支持他们呢？为什么说了，只要一个人坐在王位上，阿斯涅普王位上，我就把他认为是呢我父亲的代表，跟我父亲没有无二无别了，我会保护这个人。所以马普拉特中讲呢，为什么对阿朱娜说了，阿朱娜呢看到库鲁兹也在正正兵阵的时候，他有点呢伤心了。如果呢一个房间呢四面墙呢都是封住就很黑了，你必须把呢这墙打开，但是把这四个墙打开，第一个墙就是比什么卡罗巴族代表黑暗，比什么代表呢其中一面墙，就是保护呢这种黑暗状态的一面墙，多纳恰是第二面墙，把这个呢墙也打开，把他杀掉。都有人都杀上，他们代表全面的的黑暗以及呢非道德行为，把这些黑暗呢首先呢打开这面墙，就是保护他们的，保护他们的这个面墙，这是呢库鲁兹野战争，当正义得到匡扶。宗教呢只有你确立宗教原则时才能保护宗教，但是呢只是树立宗教原则，不是反对阿俊来说，哦阿俊，他说把你的钢铁弓拿起来吧，举起来吧，把锐利的剑锋利的剑射向他们，把这四面墙都推倒，把这四面墙都摧毁。所以毕什马德夫呢他发下这个恐怖的非常厉害的誓言，这个渔夫萨迪瓦提渔夫之女萨迪瓦提呢就嫁给了桑坦努王，桑坦努呢从他那里生了两个儿子比奇特拉比奇特拉七张格的，他在呢甘达瓦，甘达瓦兄弟的对战中被杀了，维吉特兰，他成为国王，维吉特维点是非常弱，他是他娶了，做了这个王位，他娶了三个公主，因为毕什马德夫呢战胜了娶亲的这些诸侯王们。夺取了这三个人作为他的儿子，安巴克这个王公主说不能够嫁给他，这个维典这个国王我已经接受了，他说我想嫁给你他对毕什马德夫说，毕什马说是你把我夺过来的你应该嫁给我，你应该娶了我，毕什马毕什马说我娶了，我发了这个誓不能再婚娶，安比克呢就诅咒他，安巴他就向毕什马的军事武器的古鲁呢告状，巴什拉我说你放弃了你的真守神誓言你应该娶了安巴克。
他说不行啊，我内心呢发了这个誓言，一辈子遵守。如果你不想娶她，你为什么把她夺过来呢？巴苏拉呢？巴拉苏拉，他是毕什马的咕噜，他知道他怎么用剑打仗。咕噜呢，训练呢，应该呢，完全被啊、被自信，甚至不需要想。但是毕什马大夫呢，不接受呢巴拉苏拉马的命令。巴苏拉说、你如果不想呢娶这个女孩子的话呢，你就跟我打斗一场吧。毕什马，巴苏拉嘛，他不跟毕什马打起来，巴苏拉嘛就打败了，被毕什马打败。安巴格王，他不能嫁给毕什马，他就很生气，他有种报复的心态。他做了苦行，崇拜希瓦神，借希瓦神的努力，得不住方，祝福他出生为呢西堪底的一个女孩。这是三坛的王啊，对不？触碰这个河水呢，就能够得到呢疾病都会消失。如果呢有没有子孩子的女子，可以呢在这里呢触碰这个水，可以呢得子了。巴格巴什在这里，刚才你听到了啊，毕什马是谁呢？有八位妙手，火神啊！他们偷了。瓦西斯特穆尼的这个牛王，如月牛。其中一个瓦苏呢，因为受到呢他的妻子的怂恿，去偷呢这个呢小牛。瓦西斯特穆尼呢抓住他们。这个特别的瓦苏呢，就变成了，这个毕什马，而他的妻子呢，就变成了安巴。后来这个公主啊，安巴公主，差不多了大家可以荣耀菩萨的，因为三个内容差不多。